谁做一不一样，小姑娘，你看多一个就是，俺看铁剑的迄个是查甫，武器的这是查某，卖乱猜。请问气球同是哪组？有何资格？伊是气球同。人有。武剑。原谅人是为任何心之来，爱心开，贫刚富。有啊，心真正在你的心上。废话少说。真正要动手吗？小姑娘，查某给你，把查某相拍，无依无束。哼，两人也不红。一对一。爱家人民处理可以。小姑娘用手剑采取极端手段，玉宫大奇手段挥转菩提界。小姑娘能战胜奇手段吗？一旁的阿是红牛又将什么反应？也深深静叔叔，剑皮一球连梦境，你原来要一对人影。遥遥天涯判输赢，人间只求宿命分哦。同时间，拿着一机会，也压谈韩氏出动。出苏州公的白白门，此时激动，有风临之来，弥漫着骨头的气氛。两条冰质能量出现来过，龙家军的消灭到达此地，该不是跑了？我真是无家信。奇怪三天，一条乌色新娘凌凌而立。同时间，妖都街大门也浮现了。遂将亲自体检妖毒过来。金牛金牛金牛，天机再进一步，这种生死之决有什么结果呢？勇者之对前必力用，一零表用，修魂之精究竟总有何种温情？鬼用官也谈一求人之梦，伊目的为何？那叫一机会。能顺利出的苏州宫的白白门吗？纪晓彤对上十五年，纪晓彤会被大王抛弃的吗？十四龙甲一二师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？一连串高调好戏，请继续收看《霹雳红莲岛》第四集。你好，新天。